那讲中人哦，伊较早什么四人行哦，我上清楚。嘛好，加再讲哦，你无看到啦。假设你也有看到哦，我才看到效果会落袂。较早是安怎，我是袂要紧啊，因为我爱的是今麦的虫人啊。哦，真正有够恶心呢。妈，我看哦，咱是赶紧准备超越夜补品好啊。那继续，而且鼻子的空气哦，我真正会冻袂了。好啦，我嘛已经准备差不多，应该到店出门啊。嗯。啊！你也着啊吼！哼，恁爸伫咧百货公司，我就感觉怪怪啊。回来的时阵哦，超强就甲我讲，伊有看到你跳过伊甲地毯掀开，害我跌倒。即摆安怎？佮跳过伊有电线要害我呀？我哪有啊？是你家己粗脚动体，你跌倒呢，佮怪到我头壳顶。哎，我明明就看到你手机有条电线伫个，你还佮迄边在电青哦，中人。但你也不是清明，你敢无看到是吗？啊，找这款哦，歹心多心的查某入门哦，以后唔知要搁唱唱偌久啦。你着看伊讲哦，伊甲这间厝哦，舞到败落去哦，你才会欢喜。哎呀，好啦，回天嘛，规张好好啊，无什么代志啊。哎呀，听恁规工安尼吵来吵去哦，我才真正挡袂住嘞，我要出来啦。我跟你去啦，来，等你用。你安怎无啦？啊！我到这边啊！今日我传来快讯，给。海林海记很细步啦，安尼拄啊好尔。哎呦！唔通哦，中年哦，等到飞去，咱来底下看头看尾，唔通在后边讲哦，害中年来误会你。对呢，妈，今天来看我妹仔吼，行。医生，你讲超音波扫袂到，哪会安尼？我拄只改水过啊，这胎儿四周啊，应该伫子宫顶管着床啊，但是扫袂到着床的痕迹，而且啊，佫有轻微的玻璃，这个表示啊，已经漏体啊。可袂是胎儿伤细，所以扫袂到？你扫较清楚的啊！我已经扫到足详细啊！这孕期啊，无满三个月，本来就无稳定，而且啊，你佫算作是高龄产妇，这状况啊，常常在发生。无可能！虽然讲我是高龄产妇，啊，不过我的身体真好啊！我哪有可能因为这次跌倒，我的囡仔就无去啊？我唔相信！你是慢点激动，较冷静的。这事实就是安尼啊。等一下，我会安排流产药物给你。你吃了后，把死胎摆出来，这越早摆出来就越清气，才袂伤害到你的身体。我摆，我摆吃什么漏体药啊？我的囡仔还阁好好，你是安怎要给我吃漏体药啊？这个囡仔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是我后半世人的瓦壳。我一定要给补掉的。医生，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，送我过来是囡仔的爸爸，伊拢已经去会所啊，真无简单有一个囡仔。伊若是知影伊的囡仔无去啊，伊可能。无法度接受这种打击，请你莫甲伊讲好无？但是我要讲，讲白贼去变家相的，你啥物拢莫讲，好，我来讲就好啊。啊，这唔那是为着囡仔的爸爸，嘛是为着囡仔的阿妈好。伊若是听到这个歹消息，
受到偌大的打击啊！你讲人生看人家老大人痛苦，医生啊，检查的结果是啥？啊，生命不断的囡仔无代志吼。哎，医生有讲啦，有当着胎气，有小可胎盘剥裂很伤。医生，你讲对吧？啊，确实是安尼啊，无唔对咯。啊，胎盘剥离，啊唔足严重诶。哎，胎里哦才四周尔，还未完全着床诶，这真正常啊。只要我好好安胎，就当顺利着床啊。所以这段时间哦。我袂当阁想到因的苦度，也阁有惊吓。即马是上关键的时阵，我爱好好保养我的身体，安尼我才当保护咱的囡仔。我捌生过两个呢，嘛无像你这样歹伺候好无？你迄个时阵哦，阿爸满十八岁，你就教人生囡仔呢？你少年啊，你身体好。袂输敢那是外口的狗仔啦、猫仔啦，会飞天、会撞地，佫会食毒。所以哦，你不戒，你就生出来。你若是食到我这个岁数，你先生看麦啊，看是毋是这么轻松啊？你这个是哪只草啊？秀兰啊，你佮差不多好唔啦？前面拄只毋是讲过啊，伊袂使受到任何惊吓，好好安胎。我不准你哦，对起脚动手啦！你这是在讲的什么话？是家己害家己的呢，我也无甲杀啊啦！啊，是怕伊造成的哦。啊，这么高的责任都默默对我这来安尼。医生，这个查某咧讲的话哦，真无实在。你老实讲，伊这个囡仔今嘛到底是什么情形？既然万小姐安尼讲啊，安尼我就无需要阁解释啥。好，医生，你甲既然讲无问题，那呢是你着开一张诊断证明书给我，一方面写着证明讲这个囡仔好好滴，一方面写片面着以后这个囡仔有啥物唔拄好，来不乱讲。是阮害伊跋倒。医生，你得开一张，我的囡仔还阁好好，啊，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代志，一诊断书，安尼总裁嘛就会当安心啊。好啦，我即马去开证明。安尼，你有满意无？诊断证明书哦，这基本的啦。啊，你头拄仔讲啥？袂当有你受到惊吓哦。啊，若万不哩，你是因为开心事做伤多，还是讲你半暝起床放尿的时阵，看到你迄个死去的客兄白汉良，目睭紧紧一直甲你看，你惊一个漏体去？啊，你是不是马上扫到阮家来，讲是阮家己害啊？就是讲，无你安尼啦，你嘛共阮哦写一张切记书，讲这个囡仔以后若准讲会安怎样，也袂塞到阮头壳顶来。若是咱大家，毋是拢有真好的日子过呢？妈，我即摆哦，就来写切记书啦。啊，我哪写哪念，你看有倒位哦需要补充的，你再甲我讲吼。本人慢性病，做一个高龄产妇，身躯有这个不宜热症，家己知影，天理难容，胎儿难以保全，有缘不过除非坚持要生，在此声明，
你后胎你若受到本人做的牵连，地主老体尸体，啊，这是丢弃变作是空炮弹，顶顶变故，一概与他人无关，完全是本人罪孽相当的报应。本人甘愿承担后果，一哭二闹可免，那是山上吊都随意，财产孤分一概无分，此致尴尬，全体苦主。本人的吃名啊，你这管不了糟蹋人啦，谁让你参这种切割事啊？阮哦，只是刚要求一个保障啦。万幸命伊今仔日跋倒，凡说跋倒来，迄个囡仔已经无去啊。这两天啊，伊来挑故意要来跟阮起冲突，啊，把代志来塞来给阮，到时阮就下到第四件，有话讲袂出来。我等一下医生来吼，我来叫医生哦，扫一下超音波，给恁听看麦这囡仔的心跳声啊。哎呦，无讲话呢，阿面是阁青顺顺，心意啊哟！哦，我看囡仔真正是无去啊吼！啥物囡仔无去啊？你才无去诶！崇仁，你看因呐，因拢咧纠缠你诶囡仔，未输感觉失去一个囡仔，又阁无解失去两个来斗。小兰啊，你嘛较差不多咧。你若唔相信神明哦，快去啊！我即摆来叫医生啊，叫伊用超音波扫一下，互恁听看卖这囡仔声，吼。崇仁，唔免去啊啦，叫医生来嘛无效，即摆根本都无什么心跳声音。哈，神灵啊吼，你看伊甲你讲诶，囡仔即摆已经无心跳声音啊，啥你一口头啦？你到底有尝试无啊？啊，是讲你较早未满十八岁的时阵，甲人生囡仔，你拢无在做产检的啊？无任何卫教知识，都甲你讲过啊。胎儿哦，上歹等到五礼拜还是六礼拜以后才有心跳声音，即马才四周，是要跳啥啦？哦，我可是讲即马就会当听到囡仔的心跳声呢。哎，你也无做过爸爸。这嘛是你头一届做爸爸，所以你无清楚这是应该啦。所有细节咯，我拢会真注意。你放心，我会顾好咱的宝宝。只要伊莫阁挑阁伊陷害我就好啊。那袂听心跳声会用的，我着阁请医生哦，照一遍超音波，让大家看清楚，看这个囡仔是毋是还阁伫的。那是大家拢无话讲，是要扫几届啊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切切做我签，安尼也是啦。保命符，我会好好保管哈。今麦顺恁娘伊啊，感恩吼。我直接甲你敬过啦。刷来几个礼拜，是生命甲这个囡仔安全的关键期啊。恁上好是卖对伊恶袂来，那无就算讲有这张切割书吼，我嘛袂放恁刷啦。我嘛平淡吼，甲这护理正做咧高高低。啊！你若讲惊我对伊安怎吼，你著叫伊搬出去，莫伫我面头前哦，都来嚣来嚣去哦。